位所有火把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好，目前呢，我所在的位置是在我们的台北火车站东二门六楼，这个我们的台北演艺厅。那现在在这里呢，刚刚结束了一场我们的聚会。那今天呢，非常的高兴可以担任这次快讯的主播。大家好，我是主播逸翔。那这一次的圣诞节非常不一样，我们教会呢举办了非常多的场次，有不一样的表演，而且重点是每一场都大爆满，真是太棒了，感谢主啊！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圣诞活动。是的，结束了这么热闹的圣诞节之后，紧接着就是大家期待的跨年哦。跨年的时候呢，除了你去101看烟火之外，还有一个不一样的选择，就是来我们火把教会来进行跨年。我们的跨年时间是12月31号，礼拜二晚上9:30入场。活动时间是10:00开始，预计是1:00结束。那我们的地点在公务人力发展中心2楼卓越堂。我们的交通可以用搭捷运到台电大楼2号出口，走新海路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欢迎所有的火把人参加，也欢迎所有的新朋友也一起来参加哦。如果你还记得去年火把跨年祷告会，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1000多个人的教会竟然只能容纳300个人，大家都还要提早来排队。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跨年、一起许愿的地方，这样对吗？这样对吗？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可以一起祷告、一起跨年、一起许愿的地方，这样对吗？这样对吗？不用担心，我一定要火把教会加倍奉。还加倍奉还。
2013火把跨年祷告会，地点将移至公务人员中心，将可容纳700多人。皆さん，场地加倍，祷告火力加倍，预告2014是加倍奉还的一年吧。各位，接下来我即将宣布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2013年已经过去，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所以从2014年1月1号开始，我们火把教会的网站即将全新改版，有全新的内容，更丰富的资讯在上面可以提供大家观赏。但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牧师还是杨牧师哦，可怕了吧？不，一点都不可怕，我们是很开心的，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从2014年开始，就可以多多的观赏我们的火把教会网站，让火把教会陪你度过新的一年。我们现在呢来访问我们的同工，哎，你好，哎，你好啊，请问你有参加礼拜六晚上的组？有，我有参加。那你觉得参加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呢？我觉得整场就是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很活泼的气氛，然后也让我感受到说在戏剧里面就是要传达出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这样子，然后最后杨牧师讲的也让人家就是很感动这样子。是是是，那礼拜天早上的你也有参加吗？有啊。那这两场感觉下来呢，你比较喜欢哪一场？哦，因为我本身是比较有气质啦，所以我比较喜欢今天的就是古典场。那我觉得演奏起来真的是因为它有很多个不同的段落，对，那每一场都让我觉得很惊喜。那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同工在演奏或是自己 solo 的话，就是都很有专业度这样子。是是是，那么就是这两场下来呢，你会觉得说有需要什么改进的地方吗？我是觉得零缺点啦，就是完全不需要改进。对，真的会讲话，挖洞给他跳，他还跨过去哦！啊，真是太厉害了，恭喜啊！啊，这个也非常的欢迎你啦，也谢谢你。那等一下下午场你会参加吗？对不对？就继续参加。看到没有，各位，这么忠心的同工，为什么我们场场都会爆满呢？就是因为有些人一直霸占的位置。我们今天终于找出原因了。啊，没有啦，他是来帮我们的啦，他是负责我们的拍摄，然后还有很多事项的处理。好，我们也谢谢宏轩，谢谢。是的，各位可以看到我后面长长的人龙，你看到没有？为了参加圣诞节的特会，人数已经排成这样子了。而且这个不是演唱会才会出现的吗？居然这个都出动了，我想我们的今天的人数要创新高了。还有你看到没有？我们的餐点，所有的同工，简直，我真的以为这里是在举办什么盛大的活动。其实我觉得我们教会真的好棒哦，我们已经可以有这么大这么好的创意，然后这么大的规格来举办一个这个火把的主日了。所以呢要告诉各位，其实平常除了读经祷告以外，自己装备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火把教会也为我们开了装备的课程，我们的第四届成长班还有第二届门徒班即将开课咯。报名的截止日期在1月3号，要请大家踊跃的报名哦。火把头曲，你现在是拿这个热可可跟点心要来给我就对了。对，这时候弟兄姐妹，你们可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人拿给你餐点的时候，你要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只要对他说一句话：人活着不是靠食物，乃是靠神所说的话。好，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继续喝一些好了，因为这个热可可是我的最爱，所以。但是我们要赶快做一个 ending， 这样我才能继续享受接下来的美食。
谢谢大家今天收看 Torch News、我们呢要提醒大家，下礼拜有跨年祷告会，也请大家预备心，因为我们的主日即将开始喽。